这么乱，我说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刚才我看到他出去了。这孩子真是的。是买酱油鲜贝还是麦芽糖呢？对了，柠檬水也不能不买呀。给你，谢谢您。硬币一定要拿好。丸子啊，爷爷，这位是谁呀？这位老奶奶帮了我，真是麻烦您了，太谢谢了。没事没事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人家送了我些李子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。哎呀，刚才佐佐木先生送给我的。哎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来，你想要几个就拿几个吧。那我就拿一个。没关系，您再多拿两个嘛，给家里人也带几个。不用了，我是一个人住，所以拿一个就够了。她可真是个温柔的老奶奶啊。说的是啊。真是太谢谢您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可爱的小狗啊。好可爱呀。你好，打扰了。找人领养。好可爱。哦，这么说就是这只小狗在找人领养啊。找人领养？小狗在寻找能够领养它的主人。哎，那么说我也可以领养它喽？那是当然了，主人请带我走吧。好的，我带你走。不行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，这个家里绝对不能养狗。求求你了，妈妈，来，请吃些李子吧。哎呀，不错嘛。但是家里还是绝对不能养狗。果然会遭到妈妈的反对，必须要制定作战计划。作战？爸爸。广志啊。你们两个干嘛要吓唬我？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爸爸，对不对呀，爷爷？是啊，是个非常可爱的礼物。是啊，想要吧，很想要吧。我才不要呢。接下来你就想趁机问我要零花钱了吧？才没那回事呢。别骗我了，我对清泉次郎长发誓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是真的要送你礼物。爸爸，哎呀，你不要胡闹了，让我先看一下是什么礼物。太好了，万岁万岁。妈妈，爸爸已经说同意了。丸子，爸爸也真是的，还没问清楚就胡乱答应他。其实我也希望家里能有只小狗。真的吗？那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没错，绝对不行。你们两个不用说那么多不行不行来反对我，我要听到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。有理由？我都不知道说过多少次理由了。丸子呀，
照顾小狗可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每天早上要带它去散步，还要给它吃饭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，每天早上都带它散步。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可能照顾得好小狗呢？啊，真让我伤心的，妈妈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你要是肯让我养小狗的话，我一定会改掉身上的坏习惯，保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小学生。哦，万子说得好。爷爷，我们一起重新做人吧，我们的明天一定会绽放出玫瑰色的光芒哦。啊，好耀眼呐、啊！我们两个光明的未来。哎，好吧，等你改掉身上的坏习惯，我们再谈养狗的事情吧。把纸和笔拿过来，我们做个约定。把我说的话都好好记下来。小丸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第一条要求，早睡早起。第二条，回家之后马上做作业。第三条，帮妈妈做家务。还有要求啊？当然有了。第四，打扫房间。不是一直在打扫吗？你居然还敢说，你屋子里那堆破烂东西最后还不是我帮你收拾掉的？不是，我正打算要收拾屋子的时候，却发现妈妈都已经帮我整理好了。对了，你这张嘴也要定个规矩，不准随便撒谎，就这些。第二天，您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我去上学了。怎么搞的？这么早就走了？早上好，要等着我，我会为你努力的。小丸子真的要养狗吗？但是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五座大山必须要翻越呢。大山？为了小狗，我必须重新做人。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小学生了。听上去好像很不容易呀。是啊。作业，今天要交作业的吗？完蛋了。冰冰，我把笔记本借你，要不要？你竟然做作业了。我也忘记做了哟。小英，也给我看看你的笔记本吧。没问题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拿去把鼻涕擦干净。谢谢你啊。直截了当说，英同学，今天的你非常让人感动啊，这简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奇迹了吧。这怎么能说是奇迹呢？我只是在为了我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罢了。美好的明天？这究竟是指？不好意思，文伟同学，我现在要预习功课了。什么？英同学竟然也要预习功课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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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什么？哇，好可爱，是吧？对了，小玉，我们叫他小空怎么样？小空不错，这个名字很合适。小空。就这样，小丸子努力的日子异常罕见的一直持续着。作业做完了，明天的准备做完了，杂物清理也做完了。妈妈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？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要加油，加油！就这样，又过了几天。都是为了小空嘛。小空是什么呀？是小丸子的小狗啊。小英开始养狗了吗？虽然现在还没养，但是就快要养了。你说的小狗难道是点心店的那只？原来年子也知道啊。那是一条很可爱的小狗。要是你养了小狗，也让我带它玩吧。好啊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也要啊，还有我。大家一起去就好了。小丸子，今天也要去看小空吗？小玉去吗？不去了，我还要上钢琴课。这样啊，那明天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带我向小空。
小樱。冰冰、猪太郎，你是要去看小狗对吗？我们也要去吧，也想看小狗吧。那一起去吧。逃走了，一不留神他就不见了。怎么会？那么我回去了。我也回去了吧。大婶，你不去找吗？再过一会儿我得去参加我亲戚的法事，所以怎么这样啊？那我帮你去找吧，大婶。找到了小狗我就给你送回来。今天晚上我不在店里。小狗究竟跑哪儿去了？请看下集。同学，走路东张西望是很危险的。美环同学，他能找到吗？当然了，闭上你的嘴，跟着来吧。这里是这里吗？美环同学，阿玛莉莉丝真是太聪明了。那当然了，它是我的狗嘛。说的没错。你可要好好保护它哦。其实宠物也是家庭成员之一。阿玛莉莉丝，宠物也是家庭成员之一。那么，我今晚不在店里啊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播报的新闻是，总算安全了，没有被他们发现。哎呀，这孩子回来了。像这样就好了，以后不可以再逃走了。小丸子，你回来了。妈妈妈妈，这是有不可抗拒的因素，所以才马上给我还回去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想把它还回去的。什么？其实是因为今晚醋点心店的婆婆不在，所以。丸子，不准撒谎！我没有撒谎。我说的全都是实话。马上就给我还回去。丸子，你已经回来了。丸子，为什么？我明明没有撒谎。好了，很痒的，真是的。难道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小空真善良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对吧？小空，我们俩一起生活吧。你同意了，那么首先应该这样弄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这么一来就不用再为家庭作业、早睡早起、整理房间什么的头疼了。简直就是随心所欲的天国呀。你也很开心吧，小空？那就让我们两个一起加油吧。丸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妈，随他去好了。天冷下来了。没事没事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一点也不怕了。
谢谢你，好厉害啊，小空。其实我一点也不怕，不怕。该不会是大蛇？好痛！哎，你没事吧，小丸子？川田叔叔。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这孩子肯定是在哪里死撑。我出去找一下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爷爷，我也一起去。小丸子的心情我们是能理解的。你的家里人现在肯定很着急吧？我的家人现在只有小空一个。这小狗一直只黏小丸子一个人呢。小狗就是好啊，又可爱还很粘人。鱼儿不也是很可爱很粘人的吗？好冷啊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你没事吧？小丸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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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丸子，丸子，你在哪里啊？啊，这是怎么样了？那么小丸子说的是应该都是实话。我们还在河边的草地上找到了这个。这是小狗的？该不会掉进河里了？丸子，怎么了？那孩子还没回来吗？爸爸，我再出去找找。那个丸子，小丸子，快过来，小空，小空。我待一会儿会把小狗还给粗点心店的婆婆的，不过看起来小丸子是打心底里喜欢那只小狗啊。在家里了，小丸子，没事吧？我记得，啊，小空，小空呢？小空在什么地方？妈妈，你把我的小空放到哪里去了？妈妈，小空呢？你现在还不能起来。我要小空。听话，快躺好，等你的病好了，我们就去把小空接回家。哎，妈妈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。丸子，真是太好了。老头子，你别挡路。进去，进去。爷爷、姐姐、奶奶，妈妈刚才同意了，妈妈同意我养小空了。嗯，又要增加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了。你可要好好照顾他。真是的，我知道了。看你这么精神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可以了。耶，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，小空？谢谢你。哎呀，你是给我李子的啊？给你。很可爱吧？这只小狗叫小太郎哦。才不是呢，它叫小空，是我的小空。我这么努力全都是为了它，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，还保护了我。好不容易今天就可以接他回家了。他是我的新家庭成员，是我的孩子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是一个人住的，今后的日子每天都很令人期待呢。来吧，小太郎，到这儿来。给
好了，小太郎，我们回家吧。谢谢你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小空。啊，丸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是来陪丸子接小空的。看，这是买给小空的，小空的玩具球。小空，小空，啊！怎么了，丸子啊？你哪儿摔疼了？小空走掉了。小丸子是那么喜欢小空，小空也是那么喜欢小丸子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啊，爷爷！丸子啊！这样啊，丸子真了不起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还有爷爷嘛，还有妈妈、爸爸、姐姐，还有奶奶。嗯，是啊，说的没错。嗯。哦，美环同学，真羡慕他呀。啊，好嘞，就让我来做丸子的小空吧。咦，空空，快把球扔给我。空空空。好吧，看我的！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哎呦，你们这些家伙，这是我的球，听见没有？还给我！虽然很感谢爷爷这份心意，但小丸子还是觉得爷爷做爷爷自己就好了。看到了吧，我抢到球了！汪汪汪！远足爬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，但听说那有传说中的野唇蛇，就不可能安安心心的休息了。这时是吉林妈妈亲手制作的轿头，就能斗志昂扬，不过好像有点臭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说的是轿头造成的悲剧和发现野唇蛇，敬请期待哟。Yeah.